十年前发生日头会学运，总共有二十四天的时间。学运期间为特表达不共款的诉求，有做真侪标记，这物件也变作是大量的史料。迄当时中頂頂中，中建研究馆和大学教授、学生等等发起收藏计划，总共保留七千多件实体文物，和八百点钟的所谓押印档案。这资料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网站也会当看到。 自零一四年十一月日头会运动，自大专学生、公民团体占领立法医院后，中间三月二三，行政院下令停，也占领行政院的兵将，造成两百多人受伤，甚至带动三月三十、五十万人上街头游行、声援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维持二十四天，为着要表达各种理念，有做真侪票据、棒条等等，即物件也都整做博物馆的收藏。以这个物件来讲的话，它上面有三百三十一张便利贴。 它大概有出现了，呃，一百三十几个台湾的字样，它大概有五十几个民族的字眼在上面，你可以有不同的一个世代对国家认同的一个想象。三一百運動起動時，立法院给議長唐確掉強创作造一个票据。中间袁書記所研究完吳明忠的抗爭的现场就开始收集這的資料进行所谓化跟踪，每少還有大学師生参与收集的行动。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中研院史语所黄明聪老师他们那边在现场进行采集及征集之后，然后进行数位化。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啊，由台史博跟中研院这边谈了一个合作，这些文物全部。 哦，移转给台史博来进行收藏跟保存。实体文物、亲像文宣布条，也是整体艺术点点建共七千多件，另外还有收集八百点钟长的影音档案。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交付台湾历史博物馆保存，这也是国内头一次有博物馆大量收藏当代社会运动的史料。这些呃所谓的文物或是物件，其实是最好去讲述历史。 的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的证据嘛。三一八运动到当十年过去啊？这史了伫大数博的网页也看到，嘛因为有保留这历史文物，大众才会当讲家己的故事，强化对革命运动的记忆，嘛通真正研究教育学定那么基础。记者庄合凤德。